什么时候接获通知的？今天早上。今天早上哦，是几点的时候？差不多10点、11点的时候。10点、11点的时候，啊，他那个你大哥的儿子他怎么说啊？义德公他就哭着啊，旁边有警察在办案嘛。对。啊，所以他就是跟我说，哎，爸爸已经过世啊。嘿。啊，他是跟我说很对不起啊。对、哦，他跟我这样简单的讲，对，哈、哦，警察收尾椅子都拿出来。那在警方的收证是他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哎、啊，他是怎么死的也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所以现在有两个推测嘛，对，我不是推测说几枪轰头嘛，对，啊，我的推测是因为哈、哦，是因为他有服安眠药和酒的习惯，对，啊，下去开车不知道说这个药物发作的那么快，嗯 嗯, 嗯，所以他就坐在车子里面连发动也没有就睡着了，对，睡下去了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哦，啊，结果人家才去发现的，嗯，因为他3-4天都没有联络，对，那他。他去了美国之后都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吧？啊，尹太太在，他有两个儿子嘛，对，太太早就过世了，对，一个儿子过世了，一个儿子在佛罗里达，嗯，佛罗里达州。那那个你哪个是在哪边被发现？哪个州？你在加州洛杉矶，坐在洛杉矶，对，他一个人独居，对，他一个人独居，那所以很多人会关心他。那他独居多久啊？12年了、啊，十二年他就一个人。对啦，你们讲啊，你阿姨花名在外，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你知道了，哦，他有人关，就是这一年都没有人去，都没人去了，没办法去嘛，所以他这一年真的是独居老人，独居老人就对了。对，那怀信，你有跟哥哥在联络？有赖，有。那有讲到说最近心情怎么样吗？没有，所以我就生活照给他。对对对。他还在垫杨志良呢，然后还在垫那个蓝军啊，对对对，一起东升。然后你刚才有看到他那个报纸有写说，那个有一个那个和平医院的医师黑三米米啊，自杀以后，他和平医院的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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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陈水扁就接手这个行政院的工作，直接指挥这个和平医院呢，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封院里面都没有准备好，会死1000多人嘛。哦，那个文章还在，他还是一直关心台湾的疫情。对。